轻与你与街头，以为不再心急的我竟有点蠢动，你淡淡看着我，笑我皱纹上额头，令我不敢偷看你光彩的面容，陪着你转过几个巷口，将来不强求你懂，此情是我承受所有的借口。哦哦哦哦哦哦，皮靴啊哈，不会啊，现在进入冬天了嘛，对，对不对？造型啊，而且红色吉祥吉利嘛，对啊，而且又应景，因为现在那个圣诞节又快到了，哎，这次新专辑来了，我们的摇滚天王给发片了，好不好？培安老师帮我们这个名次，很多偶像剧都唱好，真的。对不对？代表就是我们新兵日记。说真的，那时候真的哇，大家听到那首歌就是想到新兵日记。对啊，但是我们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一定挂，对，一定挂，因为我们都唱不上去。我相信那个音有多高啊！我们今天来示范一下嘛，我可以听 l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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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版。好，我相信我就是光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星辰没有地平线。在日落的海边，在热闹的大街，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。我想我们也只有一个人选可以跟他对开玩笑，对对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的科班哥。你没有看到那个大字报上面先写“爱成仙”吗？不是，我们必须要让那个落差制造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爱成，我觉得他是上不去的，他上不去，他上不去。当什么啊？我只能把这个希望丢在你身上。好了，你也算是超我第一名，你先好了。就因为这样子啊？就这样，你先啊。好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希望，我相信伸手就能够打天。有你在我身边，让生活更新鲜。你最好的表现吗？我是，这今天是他最好的表现，就不让他回答，因为他的水准就只有到这里。老师直接再升五个全音，好像不相信哈。我相信自己，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。你升五个，你再低五个唱哦。谁告诉你唱歌一定要高音才好听的？对，有道理。因为现在就已经没有唱片公司来洽谈了。万一我唱高音，万一破音的话，就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谈了。不一定，破了搞不好收视率冲高就有可能。哎呦，哦，对对，听一下，听一下，听一下，来来来，可以啊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希望。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，有你在我身边，让生活更新鲜，每一刻都精彩万分。I do believe。会卖会卖，不错啦，会卖会卖。
不错啊，对对对，哇，今天都是高手来着，真的，对对，这个 K 歌王很难的。我跟道远一组，哦、没错。然后我们今天负责来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什么什么？怎么了吗？拿开你的脏手！你干什么？不是，今天有道理，有对。上次彤彤一直在亏他，说他中文不好。放眼望去，我们今天棚内，我跟道远的中文是最好。对，我们还给他解释翻译。而且你看，我们对彤彤多好，克凡哥昔日偶像，我们能够把他给他，把他送给你。没关系，王彤，你来来来。我们不一定输，我告诉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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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对我分出来了。还有小魔女啊，两队都已经分好了，马上进行我们的谁是 K 歌王？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Yes。哦。哦，老师现在已经就定位了。哇，突然觉得上面的空气很新鲜，突然站起来变很高样。哎，对啊，你这样讲感觉好像无形中伤害到了我。所以我刚刚一直不敢，迟迟不敢站上来。好了，第一组请就位。哎，老师，今天你要说题目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应该不会，应该都是大家很熟的 K 歌，耳熟能详的，好不好？加油了，好，好，老师，请出题了。这个应该蛮简单，就是赵传传歌的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啊。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劝我要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如此的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你要我安静从容，似乎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，容易沉动。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，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。我来，爱晨，请接唱。我终于让人情引我深深的感动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老师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爱晨答对了吗？答错了。啊，很像，但是就是错那么几个字。啊。证据错，我终于让人群因我深深的感动。到底爱城上错哪几个字？但是就是错那么几个字。错哪几个字？错哪？克凡哥晓得吗？那你会吗？当然会啊！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。哦，被我打动。老师，请问克凡哥接唱，他唱对了吗？哎，恭喜答对，一字之差。好，请克凡哥上台。好。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恭喜你得分！下一组请就位。台中萧大哥的999朵玫瑰。哇！他超爱唱的，天哪！哇塞，这个经典。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思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。难舍情意如梦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。绝对不会停在大家很熟的那一句。说实在的，从分手的那一天。哦，老师，请问艾比答对吗？恭喜答对！哎呦，好险！台湾来了，台湾。我早以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到凋谢，任你憔悴，千梦万事已随花谁念？哇！艾比，恭喜你得分！加油啦，老师，请出题。来，第一首。
子。哦，有胜算，有胜算。原唱是杨宗宪，《夏郎高阿夏郎高阿心情沉重，不敢来相信，你要甲我拆分开，是啥原因？你有这只坚定，敢讲你心内有别人？只顾我爱你。你会吗？林道远，林道远，三十几年的歌啊。林道远紧接唱，一句我爱你，一直不敢讲出嘴。一滴啥？不敢讲出嘴。什么？听起来有点像东南亚的腔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不敢讲出嘴。哎，还在有，我们讲出嘴。可以，出嘴。老师，请问道远答对了吗？恭喜答对。你的唱片真的是一个梦。喂，一个美梦，我们同公司的，我们同公司的嘛，对啊，你们是同公司的，我们是同公司的，你们是同公司的，啊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哪会差很多？哪里？老师负责摇滚，我负责动感啊，一家公司这样子，哇，多有福气啊！那待会你要把动感做出来，如果你如果有猜到歌，你要把它做出来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区别在哪里。好好好，老师请出题。这首歌其实是很久以前的台语歌，但是大家应该印象比较深的是，咦，伍佰翻唱的版本。许洪鸟，哎呦，这么快的歌啊！哎呦，很动感的哦。希望事情继续好运。就算按了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按铃了哦。啊，思思念念，一日如三秋。哎呦哎呦，好，老师恭喜答对。我会输，哎呦。动感的得分，下一组请就位。
加油！老师，请出题。骑鹅阿瑟。这个应该有六十年有了，可能有，有了。别人的阿公阿是穿西装，阮的阿公阿话是要穿鹅，人人叫阮是骑鹅阿嫂。要吃饲鹅仔话是免惊无，别人的阿公阿是烟斗阿桑，阮的阿公阿话是目睭大汤。哇，这首歌我也蛮应该会接，这个会疑惑，可是可能会混淆，因为这个歌词很多，有三段，对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觉得这首歌我刚差点会想到哪一首歌，你知道？哪一首？骑鹅阿一曲令阿庞意外联想到什么歌，让全场变成嗨到翻的。会想到哪一首歌？你知道？哪一首？别人的性命是公斤够包赢，我的性命不打紧。会接到那边去吗？很像哎，就是一样的吧？不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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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但是不一样，很像啊。请接唱。世最衰败是免怨叹着。哎呦，好，老师，请问，恭喜答对。恭喜啊！哇哇哇！请上台。别人的阿公阿是烟斗阿桑，阮的阿公阿话是目睭大汤。请出题吧。好紧张哦！这首歌是我跟萧煌奇一起写、一起合唱的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既然这样子，其中有个原唱在这边嘛，老师在这边。那如果答对的，可以跟老师合唱。哇！加油，彤彤加油！老师，请出题。哎，你一直都在这首歌。谢谢。窗外的风缓缓摆动的风铃。是不是你在耳边低语，飘落的叶片片飞舞的蜻蜓，会不会也是你的身影？或许我不够坚强，或许我不够努力。我蛮熟的，干嘛？因为我跟夏振峰刚好在练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想说可以表演，可以表演这首歌。对对对对对。会让自己一次又一次流泪叹息。林道远他到底答对吗？老师，恭喜答对。但请上台，老师，请上台。老师，或许我不够坚强，或许我不够努力。才会让自己一次又一次流泪叹息，原来我终于明白，理想还一直都在，我要连你未完的梦也一起努力。是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，是你给我信仰，让我能找回信心不再彷徨，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你一直都在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是我生命的太阳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，是你给我梦想，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，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，一直都在，你一直都在，你是我心中的刀，最遥远。
的，厉害厉害。今天跟我们导演合唱，唱起来感觉，帮他评个分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最大感觉的不同是，我可以发觉到他有在看我。这个，其实你不敢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其他的部分其实都非常的相近，嗯，因为你看 T 哥，黄奇也是很壮，是没壮到这个程度啊。因为看跟老师很像，压力真的很大，所以有时候会不太敢看，但是最后已经豁出去了啦。对，要放开来唱嘛。对对对，表现得很好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恭喜导演得分，谢谢老师，恭喜恭喜恭喜。好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克凡哥该唱歌的啦，好羡慕这最后一首歌曲了。最后一首歌啊，哎呦，什么样的歌呢？是吧？好，老师什么样的歌呢？这首歌当年是七匹狼的电影主题曲，现在是我名气连胜英雄的主题曲，叫《漂亮》。哇，这是我的年代，这是我的年代。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，痛苦和骄傲，这一生都要拥有。心灵开归战斗，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，永远不回头，永远打打打，不管天有多高，忧伤和寂寞。怎么样，艾辰是拿头去撞铃了吗？啊！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很羞辱我。而且他等待你去按，有没有？我在等你按呢，等我。你这样子画面多难看了，快点按！羞辱你，完全羞辱。洗头就决定。而且我刚才看到艾辰，他跟着唱，有没有？老师一停，他也跟着停，他也跟着停啊。跟不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。你破音了吧？你破音了吧？现世报！我们刚才在唱片公司，不要再打给我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喂，好嘞 ，OK。不会，不会，老师，哇塞，克凡哥答对了吗 ？OK 了，恭喜答对。克凡哥，终于现实啦！七八，永远不回头。以前阿兔都是这样啊。我真的觉得你的舞台动作真的很像兴隆哎。谢谢你的伴舞，谢谢我伴舞。对对对，下次学别的，董承莹。哎啊，我刚刚有帮你。喂，好，有没有答对？克凡哥，恭喜你得分 ，yes 哟。好，今天的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三分。陈队得到的是四分，支持到台上来！哇哇哇！哇，今天呢，那个老师来这边呢，飙了很多高音，哇，大家听得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呢，克凡哥来，也带给我们不同年代的歌曲啊！希望呢，各位来宾呢，有机会常常来我们的节目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